但是北辰是不请。北辰？北辰去哈，捆爸跑呢。我们来到了北辰区，双界，双界南道上。啊？什么南道？状元南道。双界状元南道，哪儿了？傻子大饼羊杂。旁边那人让你马上到。慢马上到。刚才你问我什么道？他说马上到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财楼醒园的对过，傻子大饼羊杂，这儿这个好像挺火的哎，好多网红打卡地儿，我看抖音上味儿火，过来尝尝。今天走出西北角了吧？光是我在西北角转悠，来，傻子，赵傻子，金。没骂人呢，是不是咱那点儿啊？我说怎么没骂人？到点儿了吧？这点儿很也有可能。在哪儿点？看看价目表。到点儿点儿有卖的，卖什么卖？一份儿。哦，一份一角饼呗。一角饼。你要啥份儿的？要我要小份儿的就行。来大份儿，来小份儿的。来二十的，来十二的。来两碗羊汤。嗯、羊汤您是要啥的？是清汤的还是这个？你要什么汤？我要清汤的。我要羊肉汤。羊肉汤。是羊脸肉的。哎，我看有羊肉汤啊。嗯，没有，咱是羊脸肉。羊脸肉。啊，就羊脸肉，来一碗羊脸肉。啊，来多少钱？这还分多少钱的吗？羊脸肉是您真要的？你看看，十块钱的。十块钱，那反正不多，反正就15块钱了。他加的是什么呀？是羊杂还是羊脸肉？羊杂，羊杂上。我给你加好了。嗯。我都是成分量，这是小份大份的、嗯、这是大份的，除了羊脸肉那个羊汤还有吗？有肚吗？有肚，来碗肚汤得了，不要不要羊脸，来碗清汤，来碗肚汤。对，小果仁怎么卖的？果仁12一块。没有小份的吗？小份的你要6块钱来半份。那个清汤里头，咱加点老汤。自己接。哦，自己接哈。对，那个罐子里头有。好嘞。自己接它。这汤就是水是吧？还有骨头汤。哦，这是骨头汤。对。我排骨汤。不是。羊骨汤。这料自己放是吧？对，自己放，自己调。吃饱料自己放吗？自己调料。看这个。我先放料。嗯。我给你自己炖，我能炖。炖得了吗？你们这店有分店吗？啊？是你们就这一家，还是有分店？不是，我们那加盟的。哦，我说在网上搜好多，然后有的写的陈傻子，有的写的傻子不一样。你那是清汤。我那是清汤。我这你看我什么时候喝过羊汤了？这过来凑个热闹。我觉得你看你那个，嗯，看看坤爸这汤，我这汤里嘛都没有。哦，你要的那毒呢哈？哎，其实也不少，我感觉开始我觉得挺少的，也不老少的了。你看，我尝块毒毒了还是吃，你没那个盐吧？确实够咸，我觉得。哎呀，我吃完你那个，我的清汤是不是不好吃了？看我的羊杂。肠子呀，乱七八糟。
肉什么的。我感觉是那种肥的，我不想吃肥的。不腻吗？我就怕腻，一块肥的给你。我不吃肥的，给捆吧。哎，我就突然想起来那男孩在门口卖那份羊杂碎，是不是也能让大饼夹着吃？我早这下毒了我。那你换一个，我不换。那你换一个，我还想吃这个。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下嘴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我不换，我不换，我就吃这个。我吃两套的。那你再买去，味儿还行。我觉得主要是够咸，自己够咸就行了。嗯，我感觉好久没吃羊杂了。正好捆爸今天往北城这办事儿了，也好昨天晚上他就找了在家里，还躺着放着，人可以续一下。嗯，好，我很少吃羊汤，我也不记得。嗯，又一碗，十碗。我只能吃两碗。我尝尝你的。我想喝热的，我一看见热的我就想喝，总觉得你那比我那好喝。对呀，那换。换吧，我换了。嗯。你不换。嗯。你不想换。这是你跟我换啊？你想跟我换的，不是我想跟你换的。你干嘛呢？我就是觉得没咸蛋味，懒得去弄去，所以再跟你换的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麻酱味太浓了。对呀，搁点那个，我觉得韭菜花跟酱豆腐都搁点，比麻酱多搁好。麻酱必须得有，没有麻酱的话好吃。但是我觉得比例的话，是不是应该韭菜花和那个酱豆腐多放？麻酱是主材，韭菜花酱豆腐是辅材，是调调咸度的。是吗？你这离你吃你那多啊，最后再吃。你吃你的，你吃你的。我先不吃，我这还没吃。你吃完了啥时候不吃了再给我。这就是我欺负你，我没欺负他，他自愿的。我吃不了了，我牙还疼，牙疼得我脸都肿的。可想想你这味儿还确实不错，只不过我对这种东西不太感兴趣。我爱吃那个羊杂碎，就有时市场上卖的羊杂碎那肚跟那肝儿，就这两样东西，别的平时我都不买，我自己做的我都不吃。你尝尝汤里的肚，不要说。我知道，我好像尝了一块，那肚味儿还行。要不刚才我说我应该加肚了。你觉得这个跟那个哪个是赤梅斋那哪个好？赤梅斋羊汤现在不行。是啊。现在他羊汤他不是主打羊汤，他主打早点。以前他主打羊汤，现在他羊汤就糊弄人着。赤梅斋。以前他弄的味儿好，料嘛的味儿足。赤梅斋，我觉得赤梅斋的云吞汤、菱角汤，他们家酱牛肉什么的，可以搜搜看咱门口有没有这个。啥子也有是，在哪儿？以后想吃就不用跑那么大老远来吃了。以后现在都九点多，我们家九点多才吃早点，送完捆绑磨蹭磨蹭，然后开过来。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这，是半个多小时吗？嗯，20多公里。你干嘛先拍张照？你是想拍？你都吃完了，你拍照干嘛呀？刚端上来是你不拍照？你拍照干嘛？干嘛呀？发朋友圈。你发一个残羹剩饭是吧？你刚端上来那会儿拍的多好呢，拿我那视频给截个那个。假的毒的土，跟你的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我目的不是发羊汤。那你发嘛？发位置？发你妈穷的都吃不上饭了，往喝羊汤了。看看多少钱？50。啊？我到别的市清汤也是免费的。哦，清汤是免费的，等于我那碗是免费的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给我讲一下，快快让捆爸讲一下，快讲一下。正常，你买一角饼，差的嗯，买碗羊汤，是不是里边有肉有汤？对啊。现在只有把肉拿出来了，放到你的饼里了，这碗汤
你说算钱、哦、也算钱，说不算钱。明白了，这意思。明白了，就是把肉拿出来放到你的饼里头，你喝的还是这碗汤。明白了。等于礼拜里你还是喝了一碗羊汤，加了一角饼。对，羊杂汤一碗一角饼。明白了。那可是我觉得这架子比搁汤里好吃啊。只是那样好吃。就是、对啊。你要是能买羊汤，我就不吃了。你这加点羊杂，我还吃两口。这不都是人家做人家做生意，人家一个方法。哎，也是。有道理。走了，吃饱喝足，走吧。昆巴喝了三碗汤，这回喝饱了，喝饱了，吃饱喝足，打道回府。双井这还有什么好吃的？坏了，我没带口罩，一会儿送风了，跟着昆巴去上班。